早安，现在是在土板部落的第二天早上。现在要去吃早餐。然后昨天他们有给我一个早餐券，拿出来给你们看。那这边吃早餐呢是会发这样子的餐券，然后每一个餐券呢都代表一间早餐店，有三间早餐店。我们今天被分配到是查马克。颜料跟笔，现在呢要去画电线杆了。我们的电线杆到了，在后面，这是第一根。有没有从最远的地方开始画？好，好吧，好 ，OK。哎呀，画电线杆会紧张吗？会，还是会，还是会。你刚刚好像不是这样讲。现在想想，好像这是大事了。大事。部落的美感。等宽的，所以你可以点好这边这里才有这四个点，对，然后再把它连起一条线，对，然后至于里面的话你可以从这里就是磨，画这两个线，把这两个连一下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太粗了哇。完了，没事，收下来就可以了。那第一片叶子，我觉得还蛮美的啊，在镜头下面看，是真的蛮美，对不对？是真的。现在吃点心。你刚刚没有先吃喝吗？然后是水跟苦茶，对啊，是葱油饼，没有加糖加冰，好好吃哦，这个是吗？你们有加蛋吗？还是没有？感觉视觉上好像有，有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有蛋，营养丰富，嗯。我觉得我们被照顾得很好，早上7:20才刚吃完早餐，现在工作到9:00就发点心。等一下12:00呢，又要吃午餐哦，被养得饱饱的。不会饿。来，这里不用怕肚子饿。待会儿来第二圈，还要再吃的，还可以再拿。哦，刚姐姐说还有第二圈呢。还会来第二圈，来绕一下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饿，来土板，你不用怕肚子饿。嗯，姐姐们都会帮你喂饱。很多。我们现在呢要开始画第二根电线杆，总共还有14根，加油！开始画。Thank you.
五场的彩绘电线杆开始。拿工具，拿水彩，拿毛笔，排队。现在要回到早上画电线杆的地方，继续把没有画完的电线杆把它上色。会分成两组，第一组呢会去协助把早上的电线杆的作品去做补偿的动作，然后第二组呢就是继续把剩下的电线杆涂上颜色。通常会做第一组工作的人是比较细心的人，像我这种粗枝大叶的人呢，就是会被发配去做剩下电线杆涂满的动作。你们两个不要笑，你们一样。刚刚已经完成了下午的电线杆的彩绘的工程，现在呢要先回到住宿的地方休息。现在呢又回到了金宿，要来吃晚餐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吃晚餐，舒雅吃晚餐，这是乐乐，这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女神。这画面一片黑吗？没有啦，有东西啦，有东西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要来吃晚餐，等等，等等要干嘛？来跟小队服吃晚餐。好，等下吃晚餐，然后西花碗。好的，花花，第二个，熬夜。
子不够的，我这边也有。小心我多。哎呀，刚做完的花圈，就结束了今天第二天的所有的行程。现在要慢慢的走回我们的住宿地，洗洗睡之后呢，明天早上六点又要集合了。那先这样子啦，六点的。明天见，拜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